好，我们先讲一下上节课内容啊。上节课讲什么来着？上节课讲的是 RPG 是吧？RPG 是一种游戏，然后就有一地图，哎，人在来走来走去，实际那人没动，只是角度变化。啊，什么叫变？什么叫画呀？哎，什么叫变？变是左还是右啊？变，那显然是什么呀？什么叫左呀？左就是不熟悉的、不安全的、不稳定的，对吧？右呢？右就是熟悉的、安全的、稳定的。那么什么叫变？变就是不断的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什么叫画呀？哎，变了之后又把它画成一样了，是吧？哎，左右，左右，啊，阴阳啊，左右啊，雄雌啊，都是一回事儿，是吧？那么我们连连看吧，这个左应该连阴还是连阳啊？左呀。应该说左是变化，对吧？不熟悉的，这个新鲜感、刺激感，是吧？它对应的是阳，哎，就是这个它变化的，哎，它生命力它的快，哎，变。那么右呢就是阴，哎，它虽然变，但还要化，是吧？还要化。那么再看下一个，如果说背景移动的话，人就显得好像动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啊？确实这么回事儿，上次那 RPG 是就是这样的吧？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俯视的镜头，相当于比如说这是一大平面吧，这是一大平面，是这主角在这儿，然后上面那摄像机在这儿呢，就跟你脑袋上顶一摄像机似的。然后你一动，你脑袋上那摄像机也跟着动，哎，于是呢就显得这个背景动，这人没动，是吧？哎，就是相对的，所有运动都是相对的。假如说你自己认为。以什么为参照物似的，这意思啊，相对的。那么原件动画的口诀是什么？哎，我们不看这个，口诀是什么呀？什么叫原件动画来着？说这块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比如说画一原件，比如说这儿画一个圆圈，哎，叫什么呀？叫圆圈件是吧？怎么做成原件来着？说忘了，去哪儿找啊？修改里面转化为原件 F8 是吧？F8 叫什么呀？圆圈。圆圈元件，哎，到这儿有一个了。然后呢，哎，它就可以怎么变？比如说，从这个位置变到时间轴还得出来，是吧？时间轴，比如说变到40帧，咔，到这儿来就放大了，不但放大了，而且变到中央位置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在这个位置，当然还可以压扁一点，是吧？哎。那么，右键它传统母键，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过来过去是吧？如果说我有过来也有过去，应该怎么办？把它比如说挪到25帧左右，然后呢，这样，是吧？这个又是中间的传统母键，播放一遍，是吧？咚。当然了，这很像呼吸是吧？假如说一开始的时候，这是什么状态？这是没吸气儿，哎，这是吸气儿，吸气儿了之后应该怎么办？哎，吸气儿的时间应该是差不多相等的，就是说这个时间调得很匀，很匀匀匀匀匀速，哎，然后呢有一个丙烯这块呢也有一个丙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没有必要补件了，这个因为这个是完全一样，就是一开始是这样，然后怎么办？然后，哎，吸气了，吸气了。吸气了之后呢，哎，肚子很大的状态下，再屏息，再呼气了，配合一下呼吸。这真频率调多少好啊？调12，调一半以内。吸气，呼气，吸气，再调啊，就是说这速度是越慢越好啊，哎，慢戏云长身嘛，是吧？哎，这个平常可以练练这个，哎，这是呼吸的一个方法。那你呼吸慢的时候，你心跳就慢；心跳慢的时候，你实际就是相当于你的这个，就跟钢笔似的。你钢笔要挤水的话，你反复频繁的弄不行，很慢的，每一次都是吸得很深。哎，吸到哪儿？吸到丹田。那么我们这个元件动画呢，其实就是一个开始帧，开始帧有一些属性，是吧？
有一些这个，注意啊，现在我点的是这个帧，对吧？是帧的属性，但如果是点元件，就是元件属性了，X 啊、Y 啊，那还有什么可搞呢？X、Y 都搞完了，包括变扁一点也做了。那么其实呢，我们如果用 Q 工具在这儿选中的话，我们发现鼠标到这儿的时候，它是不是可以斜扭一下，甚至可以去旋转一下吧？这怎么做的呀？播放一遍。这是不是也做可以做呀？旋转呀，斜扭啊。我们再做一个，比如说画一什么呀？画一棵树，画一棵树，哎，画一棵树。比如说，这是树干是吧？哎，这是树枝儿，这是树叶儿。树叶儿，但这树长得有点挺有意思哈。哎，用什么呀？用这个 Q 工具给它变长点，哎，这样一棵树，哎，变小一点，小树。那么这实际上这个树也好，你说树长枝儿是左呀还是右啊？就比如说这一棵树啊，它在这儿长出一个枝儿来，这是左还是右？肯定是左，对吧？长出一个左型的枝儿。哎，它这边在长枝儿呢。它也是左型的枝儿，但是呢，整个这树它却立得稳稳当当，因为它各处都是左，它反而整体上来说右了，对吧？它反而保持住这个平衡了。好，我们把它怎么办？F8 做成一个元件，叫什么呀？叫树元件。有了树元件呢，库里边有这么一个元件了，然后呢，让它左右的摇摆，哎。让它左右的摇摆，首先是在这儿，对吧？F5 到这儿来，扭一扭。风一吹，它跑这么跑是吧？不行，把这个往这儿一挪呢，哎，这么跑是吧？呜。然后30帧呢，再把它这样跑回来，中间是什么？传动部件。当然这中间是传动部件，播放一遍。哎呦呵。你发现那有一个降的过程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帧这个点在这儿，这一帧这个点在这儿，这个针点不在这儿是吧？那怎么办？你调这个点呀、啊？这点不是在这儿了吗？播放一遍。走，但是它有一个猛跳的过程，因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一帧就直接回到这一帧了，很快。这不对，摁住 Alt 键，然后传统补件。呼，对吧？哎，那风吹树啊，它其实就是说它是一个旋转的，还是一个扭斜切的？就是说它其实我认为是一个旋转的事儿。那么我们把这些针，如再做一个旋转的旁边啊，再做一个旋转的旁边，还是树在这儿，这个树呢在这儿，然后呢它这个也要旋转，一开始的时候就让它旋起来，在这儿呢是吧？哎，在这儿。在这儿旋转了，然后这儿呢插一个关键针，这儿呢插一个关键针，然后让这个关键针让它也跑到这边来呗，这俩嘛比较一下，看到底应该是旋转还是斜切，看不太出来哈，能不能缩小一点？不能缩小，就是旋转斜切在角度小的时候差不多哈，是吧？哎，你看它也差不太多。但是如果说角度很大呢，我把它这个角度弄得很大很大，而它这个角度很大很大之后是什么样的？其实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对吧？就是说这旋转是比较合理，这斜切它最后大了之后它变形了，是吧？你播放一遍呢，好高了这个树，实际就是旋转，就是树啊，应该是旋转的，是吧？要说这旋转最，我们会。最容易想到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时钟，对不对？时钟，比如说我现在要做一个时钟，应该怎么办呢？哎，就是画一个转的东西呗。比如说画一转的东西，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指针，是吧？指针。然后它呢，F8 做成元件叫什么呀？指针。好，有了指针之后呢，在第30帧吧，比如说旋转到这块儿，哎，不行，这旋转点得调整。是吧？这旋转点得调到这儿了，旋转到这儿，比如说，
中间是什么？传统补签，播放一遍呢？五五，为什么不对啊？一开始的这个旋转点是不是也得调啊？只有你一开始的旋转点跟结束的旋转点一致，它才能够很好的做出来，是吧？有了这个底子，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时钟，对不对？可以做一个时钟。那么时针呢，就放在这儿，这叫什么呀？这叫指针藤，指针藤或者时先做一指针嘛，就是绕一圈。然后呢，这个有点它得搁中间，我们得有一个表。你先把这个关了啊，弄个表出来，圆圈对吧？圆圈。然后呢，这个颜色呢是黑的，这个不要这个颜色了。然后画一个圆圈呗，画一个圆圈，不让画，为什么呀？没涂层，叫什么呀？这叫表盘，表盘，哎，表盘，好，来一个表盘吧。好比说这就表盘，像表盘粗点怎么办呀？哎，它的这个笔刷的属性是不是可以粗点？那上面如果说有12个这个角度呢，那我想做一个表盘应该怎么办呢？比如说我在这儿是不是可以画出来一个，哎，这是一个针是吧，这是12点，这是一点，这是两点，哎，不对，这样是吧，这是两点，这是，那有了这仨其实就成了，我们把这仨选中了，然后不选这个什么啊， Ctrl+C Ctrl+V Q 工具挪一下，是吧？这旋转点得挪到这块来，是吧？哎，差不多这样了，是吧？哎 ，Ctrl+V，Q 工具到这儿应该是挪一下。这个点应该是，就是这种特别瘦长的，应该是这个关键的，是或者说12点啊，这种点数。一定得挪到合适的位置啊，挪到合适的位置。那么这也太粗糙了，怎么办呢？能不能用一个就是多边形啊？比如说多边形给它套一下，然后再把它剪出来，这可以试试吧？倒是，哎，比如说把这些都删了。把这些都删了啊，删了，多少边形呢？总共应该是12边形，是吧？12边形，咔，选中这个，矩形多少边？12边，在这个属性里边应该有吧？它的属性里边，矩形的不行，多边形工具，叫多角星形工具，12边。多边形是吧？好，我先这样。这画下来不行，怎么行呢？把它改成多角星形，改成多角星形，改成0.01，这差不多吧？哎，先别那个，把那个，然后呢，把它擦一擦呗。底下那个是啥？这不相关的吧，整个都删了，然后再重新画，这样，哎呦，先把它的这个粗细给改成什么呀，改成细一点，这不就有点像刻度吗？ Q 工具拧一拧，拧正了，这是这个经纬都弄正了，这样你搁过去是不是就靠谱一点了。好，差不多这个大小吧，差不多。那你怎么知道正不正啊？那你一个是看眼睛，另外一个是一开始你就定好一个基础点是吧？然后呢，擦一擦，这是不是就一个表盘就相当于出来了？啊，表盘出，当然还可以有很多什么旋转啊什么的。总而言之，你就方法都是人想出来的。然后呢，这个。指针就得调整大小了。Q 工具把它这旋转点的位置不能变，把它，哎呦，它怎么一下就这样了？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看它的属性吧，先把长宽比给它断开，然后把高度给它降下来，这不就老实了吗？对吧？数字的东西还是相对来说稳定的，这个
Q 工具啊，给它这个旋转点搁在这儿，是吧？播一遍呢？不对了，不对了，为什么呀？摁住 Alt 键，复制帧到这儿来 ，Q 工具怎么办？挪到这儿来，是吧？挪到这儿来，这旋转点的位置还得这样一点，是吧？这个它得往上一点，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旋转点在这儿，比如说，咔，差不多，差不多啊，差不多。那么如果说加上这个，这是十帧的话，十帧，然后呢，十帧就转一圈啊，十帧就转一圈，然后分帧就转一。就转一点，这转一圈啊，分针来，分针呢就等于是还是库里边，是吧？指针在托库了，这个就怎么着，就是很窄，是吧？很窄而且很长的感觉，很长的感觉。为了凸显它的长呢，我把时针再把它变短粗一点，短粗一点，然后再把这个其他都关了，然后再复制针粘贴针，然后再转，就是30度，这是把它开开，看见它了。分针呢，我应该换个颜色，换成什么颜色？十针，如果一换颜色，是不是一换都换了？哎，一换都换了，那么也应该换，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换的话，它这个整个就看不清楚。换一个红色吧，红色，这样和那个红背景就区分开了嘛，对吧？和黑背景就区分开了。分针没有这么高 ，Q 工具。Ctrl 加 F3 看它的属性，长宽比给断开了，高度也得降下来。旋转点 VQ 工具还得在这儿呢，转一圈。那么转一圈就是怎么办呢？这样是吧？那比如说到一半的时候就转到哪儿去了？就转到这儿来了吧，是吧？差不多吧。哎，中间是什么传动补间？看这能不能成啊？看库里没多东西吧，没多好走。一开始从后往前转，再转回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转的过程中，它有一个属性，是吧？它旋转了多少度啊？除了这个，它为什么能够补间？比如说，我们作为超简单的吧，超简单的就一横杠。F8 元件一，比如说，然后呢让它 Q 不对20帧， Q 工具旋转到这个位置，有一个角，是吧？我们把这个打开了之后，可以看到这个过程是不是有一个角啊？那么这个就是匀速的，实际它在过程中是怎么变的呢？原来如果说我们位移的那个事儿是一 XY 的事儿的话，那现在这个是什么？现在这个旋转是零，一直旋转到多少？旋转到，比如说旋转到50吧，50帧用了多长时间呢？比如说用了25帧，那么一秒钟差不多就是一度，是吧？2秒钟是一度，是这样吗？如果说啊，这是25帧，一秒钟两度，对吧？我们这个属性不光有这个XY 的属性，在变形条板里是不是也有属性啊？既然你有属性，那么就可以根据这个属性，比如说到这儿是多少？是50度，是吧？50度，总共用多长时间？是25帧。那么这个是不是这一帧你说多少度啊？不知道，转化为关键帧吧，2度，对吧？那么所有的这些都转化成关键帧呢？是不是就是相当于这么一个动画，本身没有什么变化，对吧？哎，这个是2度、4度、2、4、6、6.1、8.3，但是基本上差不太多，就是比较匀速，通过计算的方法，对吧？那么我们一个一个看，其实最终它这个从这一开始到最后，它其实是多少帧呢？应该是几段时间呢？应该是24段时间，对吧？从1到25其实是分成了24段，
对不对？如果说我要完全的按照那种方法的话，是不是就应该是，就是说我 Ctrl Z 啊，先撤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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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撤，撤到这个状态，然后把它往后挪一帧，这是不是正好25段了？我再把它怎么办？转化为关键帧，再看2423啊，这不是啊，这是那什么？看角度，是吧？看这儿。1.8 4 5.8 8，我理想啊，24不对，这是0是吧？0 2 4 6 8 10 12 14 16 18，后边的就全对了是吧？看这儿呢啊，20 22 24 26 38 30 32 34 36 38 40 42 44 46 48 50，基本上不会差出0.1 0.2 0.3，对吧？是这么一过程。那么我们琢磨了，它为什么会比如说这块它差出0.2了呀，这块又正常了呀，本质上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角度是不是都是根据结果算的呀？结果它是不是这块是基于像素的呀？哎，它就有可能它如果是无限大的话就无所谓了，肯定很精确，它理论上应该很精确，但是它实际落实到这块的时候就不那么精确了，因为它不可能落到，就是那块没像素，它也只能四舍五入，是吧？我猜是这么个原因，那么回来看这个原因，可能就是你看这个的元件的角度是多少啊？这个的旋转是零，是吧？这个的旋转是178，也就是说，如果说我把它改成180的话，会怎么样？你看它怎么转？还是这么转，是吧？还是这么转，而且它这里边还翻这个时针还翻个了，是吧？我们给它挪到这儿来啊，然后再挪到这儿来。这是多少帧？15帧，不对，应该这块差不多是吧？然后到这个时候让它旋转180度，走，播放一遍，走，就是180是从这儿到这儿，然后180又回来了，是吧？比如说这一帧我应该怎么样？是不是让它稍微给它定一个方向啊？应该往这边转转，是吧？再看一遍呢，咵，它就过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多少度？这是170。是吧？这是多少呢？这是零，那肯定从这边转了。或者说我干脆不想这事儿，这不是从这儿到这儿吗？我在这个1/3处插一针，1/3处插一针，这1/3处转到哪儿了？转到这儿了，是吧？1/3嘛，120度，不对，转到这儿，是吧？这1/3呢，转到这儿了，但是这可能就更宏观一点，刷。哎，播放一遍呢，我想让它转一圈应该怎么办？就是说这个时针想让它转，这个转到3点，从12点到3点，应该怎么办？拖动呗。比如说达到3点的话，应该是3个30，就是90度，是吧？90度，把它的这个显成很小，能不能割下？也不能割下，那但是比那强，是吧？然后怎么办？这些怎么办？摁住 Alt 键吧，走。哎，怎么还少一个呀？这是30帧，把这30帧选中啊。最后那帧好像没选，一个就有了，两个就有了，手腕正好中标是吧？表盘也得有，时间上的延续。播放一遍呢？分针转的倒是挺过瘾，时针它没有转到位，是吧？时针到几点了？一圈、两圈、三圈，3点了，是吧？复制针、粘贴针出来的，是吧？播放一遍，有点分离了，你发现了吗？它这个时针分针，它应该是一个轴上，是吧？一个轴上，那怎么办呀？这看哪块分离了？这儿分离了没有？这给它往下挪挪吧，从这儿转。转，这就有点分离了，这要有点分离了，有点分离了呢。想让它不分离，
想让它不分离，它就得往下，是吧？就得往下，这样再试一遍，还是分离。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也往下，你说您这也忒对付了，哎，就是这个，其实这个，哎，等等，这是分针，这是实针，往下，往下量，哎，你看，还是分离，是吧？还是分离。怎么办呢？那还得调啊。现在因为这个分针它好像比较难调似的，比较难调。为什么呀？因为它这个，你看分实际谁的变化大？我们把这个表盘给关了，这个也关了啊。表盘留着，这个留着。谁的毛病多呢？实际是他的毛病多，是吧？他的毛病，那怎么办？那就得改他把别往这儿转，是吧？这个点你给他立住点，立住点，这往后吞是吧？你盯在上面啊，盯得住啊，是吧？盯得住啊，走，是吧？哎，走的回来，这差不多，这三十针就算行了，是吧？虽然改十针容易，但问题出在分针上，那怎么办？那你得找对地儿啊，是吧？播一遍呢，哎，这基本上是能够在一块儿了，是吧？然后十针还得吞，还得吞，就是这好改的就好改，是吧？不好改的就不好改。锁上那俩，他选上，他应该怎么办？把他挪到这个位置来，然后呢，这个位置就不太动了。到这儿之后呢，再挪到这个位置来。这样它就不太动了。播放一遍呢，这回基本上就是说它挨着，是吧？最起码比刚才强点了。这弄得还是有一点这个不太精确似的。那么如果说我想让它更精确，应该怎么办呢？那么首先肯定是它是一个数学，是吧？相当于就是说这个表盘在这儿呢，是吧？哎，表盘在这儿呢。比如说 Q 工具，让它怎么办？让它这个。给它固定一个位置，比如说我在这个它的这个原点上，它的高度宽度一致嘛？现在316.10、360.10是吧？我在它这个最中心点上，它最中心点在哪儿呢？就是这位置是吧？我在这儿怎么办呢？给它点上一个点儿，这不是它最中心点吗？我点上一个点儿，什么颜色的？黑颜色的。哎，点上一个点儿，这点儿它跑不了了。只要这点儿跑不了，剩下的就是那俩都得沿着这转就成了，是吧？就盯着似的，咔盯着了，盯着了之后再看十针一开始在这儿是吧？十针可能是剪啊剪，然后呢，移动，把其他俩都锁上，十针，其他俩锁上，十针在这儿呢，对吧 ？Q 工具把那俩眼睛都关上吧，眼睛那个表盘的眼睛不能关，不，表盘的眼睛不能关，分针的眼睛关了。分针的眼睛关了，好，这个时候把它这个移动到这个位置来，是吧？哎，这十针一开始就定上了，是吧？一开始定了 ，Q 工具看一眼，定上了，确实定上了。然后呢，最后那一针放大了 ，Q 工具是吧 ？Q 工具，哎，它怎么办？它还定在这儿是吧？定在这儿，你看，但是它有粗细呀，是吧？它有粗细呀，看这块呢。基本差不多，因为它有粗细还是有点麻烦，所以这时候就是差不多盯在这个位置上。哎，时针不看了，看分针，分针时针先关了，分针在这儿呢，是吧？选中它，别锁着了，挪到这个位置来，是吧？挪到这个位置来。对，挪到这个位置来，好，挪到这个位置来，好，剩下的也是复制针粘贴针了，选中了，摁住什么键来着？我忘了，没关系 ，Ctrl Shift 一试没有 ，Alt 是吧 ？Alt， 走，好，再播一遍，是不是就定的结结实实的？哎。那么当然用一些什么程序来做会不会更好呢？那就不知道。包括这转它有点傻，还得分20分钟20分钟的转，能不能有更好方法呢？还不太清楚。
那我们再做一个别的吧，比如说什么呢？我们可能以前玩过这样的游戏，什么游戏啊？哎，说这块有一棵大树，哎，大树，粗一点，大粗树，呼，大粗树，当然树上呢长了一些细枝儿，细枝儿，细枝儿，细枝儿上呢有细细枝儿，细细枝儿，细细枝儿上面呢有细细细枝儿，是吧？那就是树叶儿了，树叶儿之类的，树叶儿之类的。那么在这个之上呢，有什么呢？有一个树条垂下来，上面有一猴，上面一猴，这猴怎么办呢？哎，吊着树，荡，荡来荡去的。哎呀，这边抓住了，抓住了，这边也得抓住了。哎，好，然后这个猴在这儿呢，猴在这儿，这是猴的腿啊，猴的腿，猴的脚，猴的脚，这猴的尾巴，猴的尾巴。哎，它就揉揉揉揉揉荡来荡去的。那么这荡来荡去怎么办呀？怎么体验这荡来荡去的？那么，首先就是不能都搁一图层上吧，是吧？不能都搁一图层上，搁标弄成标准啊，时间轴弄成标准。什么图层呢？有一竖图层，竖图层，竖图层。然后呢，这剩下的是猴图层，这猴图层给它选上。哎，不能这么选是吧？这选上。Shift 加选，选加进来，加进来，加进来。好，这基本上加进来了。Ctrl X 出来，哎呦，还没，还有一丁没选上。Ctrl X 加出来，这是什么呢？猴，猴图层。Ctrl Shift 加 V，哎，把猴给搁这儿来了。猴搁这儿之后呢，然后 F8，应该先插元件是吧？这叫猴。猴有了，猴有了之后就，哎，Q 工具是吧？沿着这个树的这个位置就开始，你看这个猴上面还有这个擦一下，哎，是吧？这擦一下，这猴就有了。猴有了呢，猴有了，猴在这儿是吧？猴在这儿，它就旋转，哎，揉揉揉。当然，这个旋转呢，其实它等等，它可能会。这样会好一点，这样它能吊得高一点，是吧？吊得高一点，哎，吊得高一点。一开始的时候在这儿，是吧？比如说到这儿，F6，不行，一开始的时候应该就悠起来了，悠，角度在变，是吧？Ctrl T，你看这角度46度，是吧？转回来还是46度，中间有一针是，那。这么着的，-50度，时间上延续，播一遍，假，时间上的不间是吧？这猴有点太大了是吧？猴有点太大了，最好是一个小树枝，然后小猴这样揉揉揉揉，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怎么办呢？这猴呢，我就进去了，进去了。然后这个猴擦一擦，哎，树枝在这儿，这猴是这样的，猴的身体啊，猴的身体，这个腿呢也抓着这个，哎，当然这个腿抓着就是这样。比如说这块有一个，哎，这样。老董，这边是屁股是吧？这边是屁股，那么这个时候呢，再让它转一下。哎，它这块加一关键帧不对，清除关键帧，因为它就是两个关键状态，揉来揉去是吧？哎，这回它还是有点卡顿的感觉，怎么办呢？给它改成小，然后把这个改成45帧，这样不就慢了吗？相当于是吧？相当于慢了，哎，然后这个改成12帧每秒。你再看它，
悠来荡去，悠来荡去，是吧？还是很爽的。当然，一个猴太孤单了。哎，这是猴甲吧？比如说，猴甲，猴甲，猴一个猴子荡秋千是吧？猴乙，两个猴子呢？猴乙，俩猴被他选中了。现在一个猴，这俩猴重合了是吧？俩猴重合不成，锁上。杨总比编辑多个针，开开。啊，注意啊！我现在锁上这俩，所以说怎么选都选的是猴乙，然后把这所有都选中。都是猴乙是吧？就这几针，再往这边挪，往这边挪，往这儿挪，比如说，往这儿挪。然后呢，猴儿他们一起播放一下呢。哎，两个猴子是这样的，哎，同步率很高哈，同步率好像在跳舞哈。那么这个，如果说我想让他们这样呢？就是说呀，什么意思呢？咱看看啊，咱看看，你看我做这个，就是说他这个最终他是落到这儿了。Q，就是这个猴子为什么能起来呢？不是因为他自身起来的，而是因为他被撞起来的。他一开始也在这儿，也在这儿。当然，他们应该是怎么对着呢？应该有点对称的感觉会比较好，对称的感觉。我们这样。这样呢，它是，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这个猴悠起来了，悠起来了，然后这猴一直静止着，然后它咣当一下给它撞飞了，撞飞了之后它就静止了，它不是悠起来了吗？咣当又撞回来，哎，就这么一过程。那么如果说我这样的话，首先我把它这个猴甲全都变成静止。全都变成静止，然后就从头到尾没动，是吧？猴乙呢也从头到尾没动。比如说，那么谁先动的呢？谁先动的手？谁先飙起来第一下了？猴甲在这儿呢，是吧？在这儿起来了，起来了之后，咣当，在这儿它就撞上了。撞上了之后，猴乙就不淡定了，这块还很淡定的，这块还是时间上的延续，很淡定的啊，很淡定的。汪，哎，怎么没动啊？咚，到这儿来了是吧？亲密接触啊，他得真的撞上了，真的撞上了。哎，咚，啊咚，然后呢，这猴乙就不淡定了，猴乙不淡定，他怎么叫不淡定了呢？他就，哎，这个得跟这一样是吧？咚，哎，猴乙呢起来了。起来了，哎，起到这儿来了，起到这儿来了。然后呢，猴乙还得回来呀，都是针的。这是23到45，差不多22针左右。我们把这个45再加22等于多少啊？67，对吧？挪到67针左右，因为大致是差不多长度的，差不多长度的。这数是延续啊，它就也延续是吧？它再撞回来。这没有补件，播放一遍呢。走，哎，一下给撞飞了是吧？这不行，这一下撞飞可不行啊。走回来，咣，它咣了之后怎么办呢？它不能一下飞是吧？它是不是不能一下飞啊？那我得把这俩针都一直都往后拖，拖出多少针呢？拖出差不多22针左右。都拖过来，都拖过来之后，这个猴乙是等于是撞完了没事儿了。猴甲呢，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在这个淡定状态的，对吧？淡定状态的。好，播放一遍。哈，这一开始这俩都不动了，怎么？传动母舰，从这儿看啊。走起来，咣当起来，落回来，是吧？这个时间的延续数还得有，播放一遍。起来，咣，起来，咣，起来，对吧？两个猴子就撞秋千了。但是如果说我要加上点这个前后的透视效果呢，比如说他在这儿一开始在这儿是吧？
然后呢，他跑这儿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变大了，变大了，等于是往前走了，是吧？等于是这个通过屏幕啊，是屏幕嘛？屏幕出来了，就是在你这边呢。这个猴乙是小猴啊，小猴怎么办呢？他就是奔着屏幕往里走了。哎，你看他这往里走了，看有没有这种透视效果呢？走，咣当！哎，你看他是不是好像反正挡着乱七八糟也看不清楚，是吧？哎，其实这树其实是不是也能做出类似的东西啊？这树我们刚才做这个树呢，哎，这个是吧？这比如说它这个树不能荡和撞了，这个比如说把这个层整个删了，然后呢，播放一遍这树，呼，左右树是吧？左右树，呼呼呼呼，这太猛了，这没这么猛是吧？没这么猛。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一开始在这儿，肉肉。把这帧给它挪过来了，然后把时间调一调，中间是传统补间，我们树能不能撞秋千？这倒先把树甲树乙树丙丙丙丙波影饼是吧？饼，好，那么我们首先还是时间的延续是吧？这树变小点，比如这个树它整个选中了这些针之后，都选中了，把它变小一点，是吧？变小一点，因为这样才能动啊，能动。播放一遍呢，这两个关了。轰轰，把它呢，这个左压的强一点，因为它时间长嘛。哎，先播放一遍。搞到这儿。这是吹啊，这风啊，呜！一开始树呢是立着的，但是它被吹倒了，吹倒了之后迅速反弹。它一开始这样，比如这样是立着的，是吧？比如说啊，它一开始这样，它是立着的之后呢，噔被吹倒了，比如说被吹倒了之后呢，它就迅速反弹回来，回到这个位置。在这儿立着，对吧？吹倒了，弹回来。吹倒了，弹回来。吹倒了，弹回来，是吧？哎，这个时候再来树甲、树柄、树乙，这个更多的呀。播放一遍。哎，重合喽。三棵树是吧？这俩锁上。树甲在最左边、最右边，树乙第二位。搁这儿，这是树乙，树柄呢？搁在这儿，第三位。好，播放一遍。这个倒是行，但是是不是同步率太高了？就是他们全都是一块儿倒，好像不是这样一块儿倒。风从哪边吹了啊？一开始在这样是吧？风从哪边吹来？风从这边吹来，对吧？风从这边吹来，那么实际应该是树甲先倒，对吧？树甲先倒，树甲倒完了，树乙倒，树乙倒完了，树柄倒，是吧？这么一过程。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就得时间的延续了。这个时候不要补间，中间是时间的延续，你延续就是延续，很明，即使它 X 也一样 ，Y 也一样，高宽都一样，它也是延续。你要给它做成补间，就哎，你看这样压过来了，呼，哎，后来也应该怎么样？后来也应该，是不是弹回来也应该时间的延续，然后删除补间，对吧？压过来，实际谁应该先弹起来啊？大
他乙他丙他应该先弹起来，为什么？因为他压的最厉害呀，他压的最厉害呀。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哪儿是压？就是压到这儿了，是吧？首先是这样，走到这儿了，是吧？走到这儿了之后，其实竖甲就应该不动了，竖甲就不动了。这个应该是删除五间，把这些针都给它压一下，压到竖丙已经受不了了。这是回来是吧？压一下，哎，竖丙已经受不了。比如说从这儿开始受不了的，当然可以刚压就受不了，咱可以忍一忍是吧？你再坚持，哎，这从这儿咔回来，这个谁回来了？哎，丙是不是弹回来了？丙弹回来就带着谁弹回来了？这是乙是不是就弹回来了？乙弹回来就带着谁弹回来了？是不是甲也弹回来了？哎，这两个是传统补间，你看一下这个效果啊。哎，对吧？一开始是什么样？甲压乙压丙，甲先动，甲嘛，对吧？压乙，乙开始动了，丙动了，哎，咔咔咔，到这儿，压的实在受不了了。丙他已经快崩溃了，丙先动，走，这样是不是就成了？哎，这个其实跟这个差不多哈，但比这个复杂一些。这是三棵树，这是两个猴，三棵树两个猴，这就比较合适。所以呢，这个哎，树多猴少会比较好，因为安全是吧？现在这个，这就是那么如果说啊，你看这个一个猴子是荡秋千是吧？两个猴子呢？猴子的屁股它为什么是红的呀？为什么是红的呀？哎，摁住了空格是吧？把这个哎用画笔工具给它涂一涂，猴子的屁股，哎，这样它也很红很红的。K 工具倒是色是吧？猴子屁股就撞这儿了，懂？经常摩擦，于是就怎么样，就非常的红了。那么这个是除了这个荡秋千，我们其实还玩过一种游戏，叫什么呢？叫做跷跷板，有没有玩过？哎，说这块有一棵大树，咔，有一棵大树，大树不是这色的，是吧？哎，大树是棕色的，树色的，大树色。然后呢，这块有一个支点，那么如果说要支点的话，所谓这个玩意儿其实就是支点，它围绕哪转，是吧？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东西就得挪到这儿来，是吧？哎，这样它就在这儿转，你下来我上去，你下来我上去，是吧？那么这个我们就把它做成什么呀？做成这个叫做 F8， 做成一个大木头，然后呢，底下有一个大石头，是吧？有个大石头，大石头什么颜色呢？是灰的，然后在这儿，咔，一个大石头。大石头其实就应该在另外一个图层了。这是大石头，大石头就搁在这儿，哎，停，哎，当然这个就是大石头搁在这儿，垫在上面，大木头就在这儿，咣当 ，Q 工具看它在哪儿呢？在这儿呢，不行，在这儿，对吧？咣当，那么这木头没有这么粗，它扁一点。这边这个上面呢还有一个小朋友其实就骑在这大木头上，是吧？骑在什么色的小朋友呢？是一个这个红色的小朋友，他的屁股是红的。哎，停，这没画对是吧？我得进这个里边大木头这个图层里边，让他坐在这儿。但是他一坐，肯定这大木头咣当就这样了，就歪了。先让他坐上，双击进这里边来，进这个元件里边来，哎，涂上色儿。为什么涂不上呢？动力大空气，因为他经常做这个木头啊，他也会把屁股磨红。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小朋友，什么色的衣服呢？蓝色的衣服，哎，蓝色的衣服，一个小朋友，哎，这个小朋友在这儿呢。
小朋友，然后这个手得摁住了是吧？这个腿也得吊是吧？吊，哎，这是小朋友，这边是小朋友。那么这个小朋友呢就在这儿，所以他呢得哐当一下，这个树就倒到这儿来了。倒到这儿来之后，需要一个另外一个小朋友，这个跟他一块玩，也可以画到这儿。如果说突然间天上掉下一个这个大石头，应该怎么办？大石头 F8 也做成元件吧。大石头，哎，大石头很沉。这个是大石头，这个也是大石头，就乱了。这个是地上的大石头，这个是掉下来的大石头，带大石头。那么 Ctrl L 库大石头在这儿呢，搁在这儿。他呀，把这大石头举起来，揉一下扔到这儿来了。算了，从天而降吧。从天而降，就是一个掉下来的大石头，咣当就砸下来了。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时间的延续还没有大石头呢。从这一帧开始，其实这个时候这不用有是吧？从第25帧，咣当，大石头落下来了，落到这儿来了。然后呢，这个大木头大这个地上大石头可以锁上了是吧？大木头就开始转了。咚，然后这个不对，从这儿还没转呢，落下来才转，很快，一开始很快，是吧？很快，就这么转一下，哎，传动母舰，走，打石头呢也跟着动，这个一直，这块一直传动母舰啊，这块，大石头呢也跟着动，大石头呢在这儿呢，大石头，哎，这个它就已经这样了，是吧？已经这样了，这个呢它就跟着。咣当，砸下来了，扭一扭，这么歪搁着，这个传动上补件，嘣，好像缺点什么似的，这块是不是缺传动补件啊？对吧？从这儿开始，咚，哎，是吧？哎，那么哎，然后他这个小朋友一使劲，脚底下一使劲。咣当，它又翘起来了。它呢？大石头也跟着被翘起来了。这样，它是传动母舰，就差不多这俩同一个分量。咣当，哎，它这个大石头被翘飞了呢，还是怎样呢？对，被翘飞了。大石头就。揉了一下飞走了。咚，对吧？从这儿开始落地，咣当，对吧？没问题，使劲走。哎呦，又飞了，飞哪去了呢？飞这儿来了之后，那剧情可以想象了，是吧？可以想象了。 F6，哎，这是 F6，哎，咣当砸脑袋了。然后呢，哎，在这个地上的大石头，这文字层嘛，来一个文字层，写一个字，文字层，哎，文字用血呀，书写了一个惨字。最后怎么样了？你看，在这儿呢，是吧？咣当，惨，不在这层写，在这层写。文字写一个惨字，腿还动，这个时候往后时间的延续一下，看一下这个过程啊。跷跷板，那我们其实还想到另外一个游戏，什么游戏呢？这个东西跟板也有关系，也有跷，哎，不是叫跷跷板，叫什么板呢？叫七巧板，哎，七巧板。就错了，我们搜什么呀？七巧板，正好是七种颜色，对吧？七巧板，哎，七巧板，这就是七巧板，哎，怎么画呢？一个横杠，然后这样切出来。那么这不算太难，是吧？先用画笔画一个正方，然后呢，从这个角，
拉出一个正斜线，是吧？或者那个角也可以，那个角也可以拉出一条斜线，在这二分之一点，你说我哪知道二分之一点在哪儿？那你得自己找，是吧？放大了，可以用标尺什么的呗。即使你画出了头也没事儿，啊，你画出了头回头再改呗。从这个点怎么办？再做一个四分之一的这种一个平四边形，这出头了没关系，删掉。出头了没关系，删掉。什么七巧板最简单是什么颜色呢？就是一个赤橙黄绿青蓝紫，是吧？赤橙黄绿青蓝紫，好，这个时候把它怎么办呢？选中了，要肯定得做成七个元件，是吧？哎，七个元件。那么这个时候不要这个线条了，不要线条了，线条没有了。然后这个选中了 ，Ctrl X 出来 ，Ctrl 加 F8 剪切出来了，叫什么呀？叫赤色，赤，因为一层一元件嘛，赤就有了 ，Ctrl V。是就有了，是有呢。这个直接 F8 吧，橙色 F8 黄 F8 绿 F8 青，F8 蓝F8 紫，赤橙黄绿青蓝紫啊！哎，一层一补间，不是一层一元件是吧？一层一元件，这块是什么呀？赤层放赤元件，橙色，黄，哎，得写上是吧？黄。绿，插入图层有没有快捷键？插入图层 L 没有是吧？就是，摁 Alt 然后摁 I 摁 T 再摁 L， 摁 Alt 摁 I 再摁 T 再摁 L。我想给它新建一快捷键，就得自个儿做是吧？在编辑里自己快捷键，赤橙黄绿青蓝。什么色？紫。好，那么一个一个放上去，赤橙黄，哎，橙搁这儿啊，橙搁这儿，黄搁这儿，绿黄得搁在黄上，绿铺到绿层上去，青蓝。好，有了之后呢，我们比如说15帧给它插一溜关键帧，让它拼出一方块去。这个方块好拼，因为我这就从方块做出来的，对吧？这个是这儿的，好像这是这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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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这是这儿的，这是这儿的。它就拼出来了，中间是什么？传统补间，从散乱状态下直接变成什么？咔咔，时间延续一下。这个比如说 F 到第十这块的时候 ，F6， 不对，复制帧粘贴帧到粘过来，然后把这个变成删除补间，咔，出来吧。出来之后怎么办呢？变一个好玩的吧，变一什么呢？变一个新，变一新怎么变？那么先给它延续住几帧，让它定一下，要不然它变来变去变得太快。F6 到这儿来，哎，时间轴怎么不听话？到这儿来，
F6 啊，你这儿没东西肯定拖不过来，但是你可以选是吧？选完插针就成了。它这儿变什么样呢？变一个，当然我们这个视图得怎么样呢？得把它这个整个场景有点小，整个场景有点小。Ctrl 加 F3 把这个高度宽度都加出来，700、500，对吧？哎，停，这别动。然后就是变一什么呢？变一个，我们变一这个吧。比如说这个方块搁这儿，然后这个拧一拧。哎，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它没有缩放，是吧？哎，你要角度精确的呀，你就那啥。哎，这个往这边走走，哎，拧一拧，就得设置数值是吧？设置数值。哎，这是什么呢？拧一拧。拧一拧，这搁这儿好像不太合适。这么着，这样拧一拧吧，拧一拧，哎，这样拧一拧。这个呢，这样拧一拧。这是它的尾巴。这是它的脚，脚，这是拧一拧，拧过吗？这是什么？这是尾巴，对吧？尾巴因为得在画面里面，就这样。这是狗还是什么？这个从这个嘴的部位有点像驴，是吧？播放一下传统母舰。传统母舰走，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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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成驴了，还能变什么呀？还能变什么？变的，比如说变一个人吧，变一个驴人，哎，驴变成人。这个驴怎么变成人呢？人可以变成驴，就这个说瞎话是吧？哎，就是这个人呢，就是这个脑袋在这个方方的脑袋吧，方方脑袋。这块是底下是腿，底下是腿，左腿右腿，这是身子，哎，是一个倒三角形的，左手右手，这样是不是就成人了？哎，成人了，很容易啊，哎，时间上的，哎，等等啊。这是驴是吧？驴还得延续呢，人先不着急，人先挪到这儿来，驴呢延续，这块是什么？传统母舰，播放一遍先。咔，驴，人，这个太快了，我觉得太快了，变成六帧吧，六帧差不多，当然你可以调这里边，六帧有点太慢了。12帧，七巧板，驴出来了，人出来了，人呢还可以怎么样呢？还可以挥挥手，就在这样，是它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是吧？这个等于就在这儿蓝，在这儿它就转呗，在这儿转，咔。传统母舰，这都是时间上延续吧，比如说，然后这个黄的它也在这儿落下来之后呢，就是，然后呢，这是传统母舰呗，还有一个青色的也落下来了，随着也落下来之后呢。再挥舞起来，这个肯定是传统母舰是吧？这针给它摁住 Alt 键，挪到这儿来。这针给它，看它能不能那个挥舞起来啊？挥舞起来应该可以啊。传统母舰，播放一遍呢。咔，成人了！哎，这个首先这蓝色的。
旋转点不对是吧？在这儿旋转着，这个呢在这儿旋转着，这个呢也在这儿旋转着，这个左手至少应该对了，是吧？咔咔，好，右手，再看右手，就是这个右手呢，从这个点，它是在这儿的旋转点，这个点它是在这儿的，这个点旋转点还回这儿，是吧？咔到人，哎，走，这回差不多了吧？再复制针粘贴针呗，复制针粘贴针，把这几个针整个选中，一次挥手，两次挥手，三次挥手，把这个关键针清除了，清除了，清除关键针，清除关键针。好，其他地方时间的延续，播放一遍，方块变成驴。变成人挥手，挥手非常高兴，哎，脑子还转圈儿，绿色的脑袋转圈儿，怎么转？怎么转？不是简单的扭一扭，它是真转。一开始转到这个程度是吧？然后呢，再转到这个程度，然后呢又转回到这个角度。当然可以看数值，但是我现在不看数值了。这个是什么？传统捕歼吧，比如说。咦，传统捕歼，这两个针选中，右键传统捕歼没问题是吧？哦，是吧？这个它又转回来了，好像，为什么呢？这是多少度？你得看它多少度了。Ctrl T，属性里看不见，但是 Ctrl T 里能看见是吧？Ctrl T，这是多少度？这是0度，这是多少度？这是90度，这是多少度？这是167度。167度，167度的话，它应该其实是180几度，这样才好动，是吧？这样能够保证它一直是朝这个方向转的，是吧？一直朝这个方向转，当然这个时间要长一点，也可以调成匀速，是吧？摁住 Alt 键，复制针，就是这有点复杂了哈，有点复杂，转了一圈，这个里面怎么办呢？摁住 Ctrl 键，刚才选的都有图层，再播放一遍。好，好，哎，好高兴，好高兴哦。然后七巧板可以玩喽。然后呢，就是说变一个什么呢？变一个新，怎么变新呢？不是说变新啊，就是这个变成一个新的文字这样的。怎么变呢？这时间是延续，再延续几帧嘛？延续几帧？延续几帧之后，从这儿开始变，从这儿开始变。变到这儿，变到这儿，这心怎么变呢？是这样。哎，这千万不能有别的啊，要么旋转，要么百分比，千万不能有什么斜切什么的。这就不是七巧板了，这就是橡皮泥了，是吧？橡皮泥了。如果就是玩橡皮泥的，那好像这不是橡皮泥。这个，比如说把它先这样搁，再把它呢这样搁。它这样搁，对吧？它，说这个除了这样的，还能不能这样？就这样给它搁一下。那么一定要保证是100%，是吧？就是你反转的话也可以，但是你得保证100%，才能保证这个很硬的一个板子，对吧？要不然你这板子它就不硬，不硬可不行。中心是这个字儿，这边是这个字儿，是吧？这边呢，哎，这个字儿。这个应该把它怎么办呢？这样拧一拧，拧一拧，这样过来，然后再把它呢这样竖着勾起来，勾起来，这样就对了。这边一个点儿，那边一个点儿，就成心字了，是吧？心字，心字。哎，中间是什么呢？传统捕歼，传统的捕歼，后边再加上什么呢？时间是延续。比如说，我们用18帧左右看，最后看一遍。七巧板好，变成驴，变成人，好高兴啊！哎，转头摇头晃脑，好，变成一个新字儿，新字儿，当然底下看不见了，是吧？底下看不见了，底下其实是可以看见的，应该，但是因为就是可那一开始的时候就得调，你看最后那个这个东西少了一个，是吧？那这块东西少了一个，咔，到这儿之后它没了，它怎么没了呢？是哪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吧？这个颜色忘了。刚才没有捋上，这回就全对了，全对了。那么这次呢，我们讲的主要是角度这回事儿，是吧？
那么角度的角是怎么写呢？就是这样写的，哎，这就是一个什么角啊？这比如说是一个牛角，是吧？哎，这是一个什么角呢？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是很粗的那种犀牛角吧？可能是，哎，犀牛角。当然，每个角都是完全不一样。就是说，当时的汉字，如果说你按照这个划分来说，它可能是多个汉字，这有犀牛角，有羊角，有盘羊角，有各种各样的角。但是呢，它们都是角。那么这角呢，有一些尖一点儿，哎，有一些呢钝一点儿。这是什么呀？就是角度，是吧？角度。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个角，它在旋转的角度，旋转小一点就是锐角，是吧？旋转这个大一点，它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从这儿，假如说这个旋转点在这儿的话，它就跑这儿来了，是吧？跑这儿来了，变成一个角。那么以前画动画说画一个东西旋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就得有这样的一个标尺之类的东西，然后呢，有这样的打孔的，在动画纸上打孔的东西。哎，然后就是有透台啊，透台就透出来，就这第一张是这样的，我要求第五张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要不它不跑形的话，就得完全的这边踏板踏出来，是吧？踏出来，踏出来之后，这个是没问题了。但第三张应该什么样呢？哎，第三张就应该在这个位置，这个是它那个就是装钉的东西，装钉洞，这是一窟窿眼儿，一定要保证这个第三张的这个窟窿眼的这个点儿一定在这个针和这在第一张和第五张中间。同样的，如果有二的话。如果说有二的话，就应该在一和三中间；有四的话，就在三和五中间。这样能保证它是很稳当的。这是最最古老的这种在一张一张纸上画动画的方法。如果这样的话，我摁住这个前箭头就仿佛转起来了，是吧？仿佛转起来了。有什么好处呢？这样能够保持它尽量不跑形。在 Flash 里边，它是怎么做的呢？它其实是就是。相当于你先选中这个原件是吧？肯定也是原件动画，变来变去变的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个十针这个关键帧选上啊，比如说这选不中，这为啥锁上了？那选中之后实际是什么呢？实际是在旋转的数值，比如说从多少到多少的一个变化，或者斜切的数值从多少到多少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斜切的效果啊，作为斜切的效果。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方块，什么颜色的方块呢？哎，黄颜色的方块。这黄颜色方块，然后 F8 先把它做成一个原件，然后呢，这个一开始啊，这块有个墙，这块有个墙，什么颜色呢？是灰色的墙，哎，墙。然后呢，这是一个方块，一开始的时候在什么位置呢？这个。旋转点在这个位置，然后不用旋转，用斜切的方式，一开始切到这儿了，是吧？哗，然后呢，后来切到哪儿了呢？切到这边了。哎，这首先这原件动画，这个就得墙就搁旁边来了 ，Ctrl Shift 加 V 是吧？到这儿来之后吧，它也得删了 ，Ctrl Shift 加 V， 哎，这个先给它锁上，墙是不动的，是吧？这是什么呢？这是这个点，这是这个点，然后就给它斜切斜到这儿。斜切的方式给它，得找着这个放大了，能不能找着？能，走，能不能找着？哗，就切到这儿，有什么感觉呢？就是可能勾起了你童年的某些回忆嘛。哗，哎，我相信可能有的男同学应该有这样的回忆吧。那么这次呢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再见。